反正就是蹭嘛，你就尽量蹭吧，我就蹭到看你翻车的时候要跟大家怎么解释哦。另外就是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选立委之前呢，各党都说怎么样，我们要国会改革，我们来个新国会，选我就对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国会改革真的要开始改革了，每个政党都有提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版本啦哈。那蓝白是合作提了一个版本，今天就在司法哦，这个法制委员会上面要逐条审查哦。今天的召委是吴宗宪，我们的宪哥哦，常常上线上面对面的哈、哦，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哈、哦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要逐条审查，所以就必须要怎么样，全力动员嘛，好、哦，又要假动啊。这次还好，这个柯总召他没有假的动，他真的来了。来了之后意见很多啦，哈、哦，话很多啦，哈、哦，一直程序发言，就是不给去好好的怎么样逐条审查。总共四大议题要交锋，包括国情报告、好国会调查权、藐视国会是不是会有罪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要轻一点。刚有网友说，帆船姐姐你冷静一下，因为这个电视墙很脆弱，我注意哈，谢谢你哈。好，还有就是强化同意权的部分。好，柯总召呢，他就说蓝营要赖清德到立法院即问即答，这是违宪。好，这个是对国民党是伤害，全国人民都在看，会引起民意的反扑。请问一下，让赖清德到立法院即问即答，你会反扑吗？你会觉得说这个看了之后，你觉得会伤害到国民党吗？我连接不起来，我连看没有那么厉害了哈。然后呢，柯建铭的脸书哈也开酸了，他说韩国瑜领导的国会议事人员是否螺丝都散啦、啊？三十年来，然后毕竟人家柯总召在立法院待三十年，哈，不会发生的事情一直连续发生呐、啊。韩国瑜，你要反攻自省，锁紧螺丝，这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下个星期五不是蓝绿都假期动员要去投票嘛？好，那在投票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位委员哈，他人不在现场，其实他真的不在现场了哈。然后呢？但是他有投票，那他今天就有现身还原，就是说其实可能是认错人了，因为他可能这个议事人员不太认得他的脸呐、啊，那这个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楷就说，民进党团这个会旗的口头禅就是违法违宪，但是别忘了你们赖清德曾经说中华民国的宪法就是灾难，所以现在爱死宪法，每天抱着宪法睡觉的是民进党的立委了，这也是民进党的伎俩，针对国会改革，过去民进党你都提过类似的主张啊，是就都忘记了吗？我就讲嘛，民进党的人记性不好哦，执政的时候就翻脸不认人了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怎么样酸这个民进党，你就是输不起啦。你现在在国会就是小我们这个这么几席，但是你就是输不起哈、哦。好，这个另外呢，罗志强今天一大早这个强哥也po文了哈、哦，因为强哥也是在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，他说我要踏踏。我得被备战呐、啊？为什么呢？吴宗宪委员跟我哈，清晨6:50，我们就已经来到司法委员会哦。黄国昌也到现场了哈。这个在野党宣誓决心哈，完成过去未能实现的国会改革，无法建立听证调查、藐视国会罪等制度哈，来约束日渐东厂化、集权化的政府，强化国会的监督，打破官员把说谎当饭吃、傲慢霸道的政治文化，今天一定要把法案送出委员会。好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很多的国民党委员都说，我们要今天就要把法案送出委员会。但是民进党就是在那边跟你闹啊，程序发言啊，发言不完啊。然后柯总他又指着那个吴宗宪说，你不懂啦，你菜鸟啦，哈，你不懂，就一直闹到现在。我也不知道到底他们现在这个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好，因为民进党不断在悲歌，那到底在悲歌什么？说穿了一件事，就是不想让赖清德到国会来国情报告即问即答啦，护航啦，哈，怕问了之后赖清德答不出来，不是很丢脸、很尴尬哈？那另外就是蓝白联手成立的静电视调阅专案小组哦，这个现在要开始调阅一些资料。有哪些重点呢？重点包括股东结构变更的过程、NCC 开会的内容，还有股东检举财务不透明这件事情，以及 NCC 处置的过程。那我有跟委员讲说，你们这个静电视调阅专案小组是不是后面要 plus 我们中天电视也要有一个调阅小组啊？好，我们也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怎么能只这个调阅静电视呢？中天也要调阅一下，好不好？帮我们就是平反一下，让我们可以回52台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今天这个在这个
司法法制委员会，哇，炮火四射，然后怎么样？哎，又有人跑去抢麦克风，大家猜看的是谁？要去抢主席台的麦克风，我们一起来看。国会改革法案让蓝绿火爆开杠，千万人选出来的总统到底可不可以邀请到国会备询？委员会中，民进党百般阻角，可以拖延议事，让主席火大崩溃。我再次强调，不需要为快而快。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干脆直接上台抢主席麦克风，阻角会议主持。请问在场的委员有没有能会议询问？有没有异议？能会议询问。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也超时发言，主席为了消音，还一度晚起发言。点灯，可以吗？啊，够香了，还有声音了，声音又来。民进党团认为要求赖清德到国会备询是违宪，但国民党团怒呛是民进党想要护航。总统上任以后，一个月要来立法院做报告，而且即问即答。这完全违宪的嘛！立法院反而常常在帮行政院护航，常常在帮行政院监督在野党，立法权该做什么都做不到，这个才叫违宪乱政。在野党质疑全国民选出来的总统接受国会监督，究竟什么是违宪？赖清德应该不怕来国会了哦。现在民进党党团百般的阻挠，他都没有想到，在过去的时候，他们也主张总统要到国会做国情报告。蔡英文700多天没有开记者会，没有对外面讲。国家的政策是什么？难道我们希望这样的总统再现吗？赖政府还没上阵，但国会早已在烽火中展开攻防。记者黄俊、徐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好，刚才我们有提到上个星期立法院的年改表决大战，立委卢宪一他没有出席，但是他有投反对票。民进党立刻发函要立法院长韩国瑜彻查到底哦。现在反正什么事都跟韩国瑜有关系。那前往大陆参加少数民族交流的卢宪一今天也现身在立法院呢，亲自来说明。他说之前已经请假了，没想到一个简单的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哎，是不是因为他长得跟那个丁学忠有一点像哈、哦，所以议事人员认错人了。卢宪一自己还说，其实我肤色比较黑，但是如果口罩戴起来的话，给大家看看我们两个长得真的很像。我出国是9号去，12号的晚上回来，所以这 整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。是后来有一个人打电话跟我说，你针对投票行为这件事情做解释，我只有说我人在国外，所以不知道。所以也没有授权这件事，因为，假借动员收到的时候，我人在那边赶不上，所以也不可能有授权的这件事情发生。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啦，可能就是有人比较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是这件事情是第一个是我不知道，第二个是我有请假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子做回应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我们要来关心的是静电视啊、哦，莫名其妙他就拿到执照，莫名其妙他就可以上这个有线台了哈、哦，啊，把我们中天放在哪里？现在蓝白联手在国会成立的一个调阅专案小组，最快这个星期就会有第一次的会议，但是能不能够顺利的拿到要调阅的资料呢？哎嘿，立委啊罗志强就说 ，NCC 只有陈耀祥一定是耍赖的啦，他一定跟你在那边推推拖拖哈、哦，绝对给你的都不是你们想要的东西。洪慧姐也说，陈耀祥拖延整个小组调查的进度，其实他只是想要等到520之后，他就要赶快安全下庄。所以到底有没有办法把资料调阅出来呢？不晓得，再看吧。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审国会改革无法的原因。好，事实上我过去的经验的话，基本上他一定耍赖，你不用担心，好，你也不用去猜测，我直接跟你讲，他就会耍赖。过去我们在跟行政机关要资料的时候，他常常都是要 A 给 B， 或者是他今天你跟他要10分，他给你1分，基本上就能拖就拖，那能少点就少点，能敷衍就敷衍。所以静电视的调阅小组，我想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啊。但是这是为什么今天根本上我们要推国会改革的法案？听证调查它是有强制力的，而且它有法律责任。如果一旦违反听证调查的义务的时候的话，相关的官员他就要受到处分。所以因此，我们今天的国会改革法案之所以重要，就是因为过去行政机关非常傲慢跟怠惰。那陈耀祥是不是下台前也该把这个烂摊子说明清楚？我觉得你不用指望他了，反正基本上他就是脸皮厚，然后把心一横啊、哦，任何外面的一些批评他也不当一回事。那我们好好把制度改革做好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我想陈耀祥应该是非常想安全下庄啊。
那所以在整个调阅小组过程里面，可能最要重视的，要最要提防的，就是是不是陈耀祥会从中作梗，那么会故意的不去提供相关的资料，去拖延整个调阅小组他的这个调查的一个进度。可是如果按照就是说司法在调查的案子里面就不能做行政调查，那事实上这不是就自砍这个立法院的手脚吗？立法院本来就可以成立调阅小组，那其实会成为这个调阅小组的议题，基本上它也是高度争议。所以我觉得在行政院也好，或者 NCC 也好，不应该以所谓的司法程序里面，它就不把所有相关的资料提供，这样的话事实上只是在推卸责任而已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